小姨妈，你过来我办公室一下。主任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主任什么指示吗？这份资料你看一下，那之后就给你负责。主任，这个业务不是我负责的范围。我叫你做就做，那么多问题干什么啊？我还要经过你同意是不是？是的，主任，真的不起意思。怎么啦？主任又在刁难你了吗？真不知道是刻意刁难，还是要有多元发展。像你这种业务也要我负责，我压力真的很大。那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得上忙的、啊。这不是去年小王没有做完的工作吗？怎么会要你负责？我怎么知道？看小王现在越来越闲，啊，都没人去抗议啊。好了，不要生气啦，我会陪你一起加油的啦。报告主任，这是你上次交给我的案子，我顶完整时间过吗？放着就好吧，我等一下看。小林，你现在马上给我到办公室来。好，我现在过去。报告主任，不知道主任有什么指示？这个就是你做的东西，你有没有看过啊？这么烂东西敢丢上来，你有没有搞错啊你？你拿回去给我重做。是。3天后给我交上来哦，我没有时间等你哦。这是什么烂东西啊？这样子你敢交上来给我？你是笨蛋还是猪啊？我以为成绩好的人哦，工作效率就会好。你有没有看到你写的什么内容啊？智障！气死我了，真的是！滚啊，快滚！真是没有用。有什么了不起？还不是什么都不会做。你在碎碎念念什么啊？没有。主任怎么还用文件丢？还没有用心，我一定要跟他打理论。好了，不要太激动，至少我们先收集证据再说。好，我去收集证据，再来讨公道。大家好，我是高雄市立民生医院院长严嘉琪，在此向全体员工及社会大众公开宣示，本院拒绝任何危害医院安全的事件，并对职场暴力采取零容忍的原则。以建立互相尊重的职场文化。